礼粽，他们把这个高档的鲍鱼跟干贝融入港式口味、台式做法，然后做出这个浓浓海鲜风味粽子，或者是呢这一整块卤到油亮东坡肉，直接就包进粽子里头，一粒要价百元起跳。不过这一年一次的过节，顶级肉粽还是照样热销。